会看到反对的，他都会用那种刀在切，啊，对对对，像切刀这样。那还有一个东西是用脚在那边锁，啊，那个是磨料，磨料，那他这样做，然后要，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有但是很少在用，很少在用。现在以前这样用脚这样推，我们还有，我一个脚皮就推，那两根脚，两根脚推，然后用那个白白哦，它是用修料，就是脚，马上开始实习的边缘料。只要先扫地，要实习，然后当然我们就先跳过清洁的部分，先跳对不对？就不用拍了。就说我们清洁工作，我们就从洗药开始。这洗药，我其实我当时本来还不懂的，因为我觉得说等到来 CCS 你推掉，对不对？要动作要快，要快，一定要找到马上做。我找回来的拖水，对对，所以我要把水拖在这边，还能再。哦，这样子，但是有的药可以洗，有的不能。要看药材啊，最主要还要看天气，病人不能用，这样也会有很多现象。像它是恐龙化石还是什么？对啊，要这样，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它要提供那个提干，要提干，它慢慢提，要提。那蚕宝宝来要提，蚕宝宝要提，然后洗掉，然后再泡那个温水，温那个水就不错。就所有的药都很干净。那个像艺人的话，你要用这种天气，用草根草根，然后煮熟了，那个清净的重要。那我们现在洗是哪个？现在洗这个是藻肉，我们用的这个藻肉是韩国藻肉里面的成分最高的一个产品，嗯，是韩国，是到这里，不是到你历史要开放，整个商代将历史，对，那你要拖那个水不能太多，了解，而且放在里面，那这个不能太在楼上面，在楼上，对，在楼上，我真的底下有很多脏的，有没有？在这里，那你说那个分开。先洗药，洗机车是先洗车，找地停车，刹车。对，这边就很干净了。好，把它起来。这个要把它干净，干净的水啊，再确认一下。然后这个石头就要准备把它拿去脱水，我们要。真的洗衣机脱水啊？哦，有问题，这个。就只能倒掉哦，干草水，干草水那个就倒掉了。喂，过啊，你过好啊，你过个脱水槽，好啊，现在不要压了，脱水槽脱。嗯。喂，年糕什么糕磨好啊？你干嘛磨好？就这样这样子能脱啊？哦，就是您有些程度干的，然后里面有水啊，然后不要，你是把它撇了，不要不要的干净，这个是。